明道没遭兵变，带女友进车厂吃面。我们退伍了，耶！呵呵，明道日前退伍，喜不自胜，但问到这一题，脸色大变。所以有兵变吗？总发不予回应。呵呵呵，不予回应是吧？那我们只好自己来找答案喽。明道上周六竟然到大家河滨公园蹲在地上画圈圈，其实他是来探前同事祝凡刚拍微电影的班啦。祝凡刚无端卷入李宗瑞营造事件以来，走出一模一霾，终于开工啦，也是个可喜可贺。但是啊，微电影拍得好唯你好想睡啊。你别再说了，大气会传染了。哎呦，明道探班探到一个无法无天的大无聊啊！哼，想当初林北拍戏说风就是风，哇的要火哎就生火，多有意思啊！那我还有事忙哦，拜拜，闪人先。哎呦，明道把百万修理车开到东华北路和民生东路交叉口，突然临停下车打扫起来。哎，原来是大嫂要来。资深的明道学长没被兵变退伍，接到了还是同一个女友呢。但他俩的约会超吊诡的啦，开车来朋友的修车厂，闻着满鼻机油味和着面吃。更吊诡的是，邓安宁导演随后也到了。哎，这里是演艺圈的泡沫红茶店嘛？苹果娱乐新闻说不清道不明啊，不懂。